在我二十几年前念大学的时候，都会听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者是台湾美术本土化的论战。所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会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好像跟我们自身脉络有关的文化元素融合到我所受到的这种西方的艺术创作的这个训练里面。关于使用绢印或是版画来作为创作媒材这件事啊，其实跟我小时候美术班的成长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小时候曾经因为想要临摹老师发的影印稿，然后上面是芥子园画谱，想要画跟一模一样而被责怪。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后，我就想说，好吧，既然要临摹要像，那我干脆就用印的好。所以我后来才会大量的用绢印制版的方式来制造画面中的图像。我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特别截取了某一些以往被认为是民间工艺的，例如说螺钿啊、漆器啊、漆艺的工法，或者是比较皇族、贵族、皇家品味的掐丝啊、珐琅的这种质感，等于是我用一个相对于传统的工艺做法来重新演绎绘画这件事。我觉得那里面给我很大的某种冲击跟创作的快感，对我而言是一个批判性或是很有一种实验性的绘画方式。早期台湾路边都还有在卖那种油画的风景画，它是一个大量批量生产的这一种风景形式。然后我在它背面印上了芥子园画谱的山水画，再去根据芥子园画谱山水画的外形去剪下来，用像绷羊皮纸或者是绷唐卡的方式重新固定在去回收来的铁架上。然后你就可以在展场看到有一面它是西洋风景画这种庸俗的形式的风景，背面也是一个已经制式化的山水画，两边都有这个制式化的问题。一个是好像大众美学里面都很接受西洋的这种油画风景画，但另外一面却又是跟西方有所差异的这一种山水画的概念，可是其实它也是必须透过反复的，好像临摹或者是有个样板，等于是我对中西方的制式化这件事情重新的看待跟理解。异国情调这个词原本是西方人发明的，那他们针对的是东方传过来的漂亮的、可爱的或者是新奇的陌生的事物，己国或是异己，除了某一种在美学感受上的陌生跟惊讶以外，甚至于你会对我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好像会有一种重新的理解。透过创作你又可以得到某一种平衡，所以它好像也注定了我创作的面貌。回头看自己的创作历程，也许我骨子里其实对于这个东方的或者对于水墨画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它跟当代艺术里面的某种批判性结合在一起，导致于 我现在的作品对我而言，它其实是有一种攻击性的。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重新的用不同的视角去理解艺术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有很多人在往作品里面看，他是可以读到里面的这一种对于文化、对于美学、对于
社会性问题的某种理解。这一直都是我在创作里面想要做到的事情。